好，我是 Miss Michelle Bang， 好久不见，我终于出关了，作业了40天，今天是第41天，所以我要告诉大家我回来了。顺便，我今天要接受一个挑战，今天开始连续一个月，我的挑战就是产后瘦身。以前45kg， 现在我的体重是55kg。我已经回去我以前很久以前非常肥胖的那个体重了，整身都是肥肉，等下我就让你们看看我产后的 video。 Oh my god！ 我要挑战的瘦身是在一个月内减去5公斤。今天的视频非常的短，我只是要宣布我开始了这个挑战。那一个月后呢，我就会录制一个视频，到底我是怎样瘦身成功。你们也知道我是减肥达人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一定不会输给你们看，我一定可以成功。美美的 Michelle Bang， 我们一个月后见， OK？ 我在这里分享一下我的公主小宝贝她的照片啦。什么声音吗？宝宝哇哇在叫，我的宝宝在叫我了，我要走了。还没订阅我频道的人，记得在这里点击订阅的按钮。每个星期五或星期六晚上9点呢，我会准时为你们送上我最新的视频啦。那还没跟随我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朋友，记得跟随我，在那里我会时常上传我生活的照片，我们在那里也见面啦，拜拜。